各界于1月23日上午10点在中山堂举行自由日4周年纪念及支援亚洲铁木内人民争取自由大会，亚盟中国总会理事长古正刚担任主席。立法院长张道凡，韩国驻华大使金弘一和最近获得我国政府给予政治庇护的匈牙利志士卡登纳以及反共意识张春生先后致辞，痛斥共匪暴政。下午3点举行大游行，分为6个大队响应总统对大陆同胞6大自由的号召。第一大队以恢复工人劳动择业自由为中心，由工人代表参加。第二大队以恢复农民温饱康乐自由为中心，由农民代表参加。第三大队以恢复人民思想研究自由为中心，由文教界代表参加。第四大队以恢复人民经济生活自由为中心，由工商团体代表参加。第五大队以恢复人民生活安全自由为中心，由大陆来台反共意识参加。第六大队以恢复人民选择生活方式自由为中心，由妇女代表、华侨代表和各宗教团体代表参加。近年来冲破铁幕投奔自由中国的意识总共158000余人，从这里证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共匪暴力统治已经日渐崩溃，国军反攻大陆必能提早完成。晚间在中山堂由谱自大陆奔向自由的评剧名伶李香芬和张宇凡表演评剧。